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幸福职场，我是主持人方怡。那么今天呢，带大家来享受幸福，我们来到的是位于台中工业区当中的洪泉国际。那么要告诉大家哦，洪泉国际跟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所以马上带大家一起去看看咯。走，创新未来馆。现在呢，主持人方怡位在呢洪泉国际二楼的博物馆当中。那有没有看到我脚下走的这一条星光大道，是不是很美？这个呢，就是洪泉国际他们所生产的瓶盖，把它做成了包含了排湾族、卢凯族他们的族徽。再来呢，有没有看到不放手，直到梦想到手，非常励志，对不对？这一个呢，也是我们洪泉国际的杰作，还有包含你们看到可口可乐、樱花瓶，还有这个一系列相信大家的床头都有这一组收藏。告诉大家，这个就是洪泉国际。我们今天呢，要为大家介绍到呢，这家企业就是生产的瓶盖、瓶身，还有宝特瓶，是不是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呢？接下来，我们呢也要访问到呢戴洪泉董事长，来告诉大家为什么会入选这一次的幸福企业呢？好啦，主持人呢现在的位置呢是在我们洪泉国际十楼的贵宾室。有没有觉得哇天啊，在坐在这个椅子上呢就觉得非常舒服，非常有气势呢？是的，接下来要为各位观众呢邀请访问到的是我们的台湾盖王，欢迎我们的董事长。欢迎董事长好。是的，那跟董事长报告一下哦，就是我们刚刚呢有带领的我们所有观众朋友从我们一楼大厅，然后呢到二楼去看到这个博物馆。天哪，原来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跟洪泉国际距离这么的近哎，所以我相信呢大家对于洪泉国际会非常非常的感兴趣。我们可不可以邀请到我们的董事长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介绍一下我们的洪泉国际好不好？好。是主持人还有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洪泉国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戴洪泉。那很荣幸今天因为我们公司参加台中市政府劳工局举办的这个幸福职场评选，公司第四次参赛屡屡获奖。哇，恭喜。这次很幸运的能够获得评审委员的青睐，荣获最高荣誉的五星奖。是我们倍感殊荣。那首先呢跟大家介绍一下洪泉国际股份有限公司。那我们是属于传统制造业的公司，是创立于民国58年，那已经历经了50多年的耕耘与挑战。那洪泉公司主要是从事与食品饮料包材以及饮料代工的业务。那我们公司目前在台湾有8个生产基地。那在大陆还有中国东南亚以及非洲我们合计总共有46个生产的基地。这25年当中其实我们的这个洪泉国际版图是一直扩大的哦。根据我手头上的资料显示，我们这个全球的员工数高达5000人哎，所以我看到这个数字的时候，我就非常疑惑。5000人，我们要怎么打造一个5000人同时都觉得幸福的企业公司？我觉得好困难哦。所以董事长，我们是怎么做到的？是的，因为公司为了要满足国际级的主要客户。我们设立了高标准、优质的职场环境，那我们不断的自我提升，使员工在良好的工作环境能够制造出最好的产品。所以我们公司积极的推动一些策略。是。第一个，我们成立了职业安全卫生委员会，来执行预防职灾事件，防灾。对对。那另外也有防灾应变的措施演练，相关的 SOP 作业，来落实环境的一个改善。是是。那第二个呢，我们也设立了职场零职灾的一个目标，推动职安卫制度，保障员工与社会大众生命的安全。是，我觉得董事长这种观念真的太棒了，因为其实一个员工其实他就等于一个家庭。是。所以我们有5000个员工，事实上就代表说洪泉国际背后有5000个家庭，所以我们要照顾好每个爸爸妈妈在这里的安全，对不对？没有错。太棒了。那另外我们公司也设立了这个所谓的洪泉学院。那这个学院呢，我们定期不定期的举办许多的教育训练，是培育各种专业人才，以及提升主管的管理能力。是是。那第四个呢，我们公司也建立了一个员工的一个绩效考核作业。是。那订立明确有效的一个奖惩制度。对。
办法，然后每年都有一个绩效考核的一个作业。哦，对。那第五个呢，我们公司也建立了一个很好的沟通管道，譬如说我们设立的总裁信箱，还有这个稽核检举信箱，以及职场暴力申诉信箱，是并会及时的回应员工我们处理的一个状况。此外呢，因为这两年因应这个新冠新冠疫情的一个影响呢，我们特别加强了许多的所谓的防疫措施作业，譬如说我们办理的这个防疫讲座，还有这个我们的门禁呢增设了热像仪来监测体温，那每天呢我们做同仁的疫调，还有设置这个消毒通道，厂区定期的这个环境消毒，每个人发放这个防疫包、口罩等等。那另外会加派员工的海外就医、医疗保险等等。那主要就是要保护同仁在疫情之间的身体健康，以及确保我们工作职场的安全。所以呢，刚刚听完董事长为我们做介绍，就是呢，我们在宏泉国际已经非常非常幸福了。可是我们还是继续努力当中哦，还有呢，建立幸福职场 4.0 的计划哦，真的让我们觉得在幸福企业当中工作真的很棒哦。所以我们要再次谢谢董事长接受我们的访问。是的，我们希望能够建立这个宏泉公司幸福职场的平台，那能够吸引更多优秀的人才来加入我们。成为宏泉大家庭的一员，让我们一起携手同进，来共创公司美好的未来。是的，接下来呢，在我的右手边这位呢，是我们的周副理，欢迎周副理。是的，我们接下来呢，也要实际的来访问一下我们的同仁哦。那么在这个宏泉国际当中呢，到底觉得什么是最幸福的事呢？好，所以我们要先请这个副理，是不是跟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打声招呼？是，主持人还有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宏泉公司人力资源处，我叫周玉恩。哦，是，请问一下副理，我们来公司多久了？几年了呢？目前到公司八年的时间。哇，八年我们就已经升任为人资部的副理，这个升迁速度很快哎。请问一下，您的交通工具是高铁还是磁浮列车？说到重点的磁浮列车，这代表什么呢？真的就像我们刚刚董事长说的，其实宏泉国际它的整个升迁制度啊非常完整，对不对？是。但是我想请问一下，因为您在这个宏泉国际八年了，其实算是非常长的时间，那包含呢所有照顾员工的措施当中，哪一个让你觉得最幸福？宏泉其实有很多的一些福利措施，那我个人觉得最幸福的，我想民以食为天，就是我们的用餐的补助。在宏泉其实我们有提供三餐，早中晚餐，那三餐在公司吃下来一天只要59块。早中晚合起来了吗？是的。那我想请问一下，59块按那菜色呢？菜色也非常的多样哦，早餐大概就有8-9种的菜色，那午餐可以选。 对，午餐有饭食、有面食、有特餐，可以去做选择。所以这可以让我们的同仁早中晚三餐，然后就是大部分的餐费是由公司做补助，我们只要付59元，是的，就可以吃得营养均衡， 对不对？ 是。有没有那么一度你觉得压力好大，突然我要5000人的公司，人力资源都归我管，然后这时候你怎么样调适你的心理压力呢？是，我想确实公司虽然有一套很完整的这个升迁制度，但是在面临这个工作上的很多的压力，不止一度，已经好几度了。好几度。是。那我想公司我们有这个驻厂的职护，也有厂医，那有提供一些心理咨询，所以像我们个人本身有时候心情不好啦，遇到压力非常大的时候，我们就会去找我们的心理咨询师，对，然后就是心理咨商师，去做一些沟通，然后他们也会给我们一些很友善的一些协助。了解。在您升任副理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样的教育训练啊，然后来协助您可以更快掌握这个职位？
是，我想弘权有很多的一些教育训练制度，那我们也有成立弘权学院，那针对基层的干部跟中阶的主管，我们都有分层的这个不同的教育训练，那甚至我们也有一个这个所谓的拓展训练，我们会移师到像日月潭啊或者一些青年活动中心做这个整个向心力的一个训练，那还有领导管理很多的课程，对这个我想对于即将升任主管的同仁们都不用担心。是的，我们要谢谢副理呢来接受我们的访问哦，谢谢，让我们知道说呢，在这弘权国际八年当中，其实感受到最幸福的事情，而且呢也无意当中帮我们爆料一下哦。原来我们呢这个升迁不是在公司里面呢，我们会先到这个日月潭先去受训过哦，所以呢让我们了解到呢，哇，进入到这个弘权国际，它真的是制度非常完整的公司，对不对？哦，那我们也谢谢副理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员工生活大楼当中有桌球，还有撞球，下班之后还可以来健身，好重，还可以唱歌，我的热情啊，好像一把火啊，燃烧在整个沙漠。唱歌也是蛮累的，好不好？体累晕，真的。因为呢，今天我们在这个弘权国际当中 KTV 室，这个也是啊，在我们的生活大楼当中地下室，而且很宽敞哎。所以我想请问一下那个雪玲，因为其实像弘权这么大，所以我们一定呢，就是有来自46个国家的据点，很多事情要处理。那但是董事长不会想说，哎，这么多事情，你们还去给我唱歌？他鼓励大家休闲娱乐吗？当然啊，就是因为除了工作上以外，那就是其实就是公司也是非常注重公司就是下班后的这些，就是很照顾到公司同仁的健康以及就是下班后的这些娱乐，对，就是身心灵各方面都有兼顾到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很特别的是，就是因为其他的同仁哈，就是他们可能下了班还要 uncall， 然后常常呢还要处理公事，所以手机不敢关，电脑不敢关。但是我们的弘权同仁不一样，只要我们在上班时间效率给他做到了，下班时间桌球、撞球，然后呢健身，还有唱歌都 OK。是。那么接下来我也想请问一下，就是我们的地下室，它就是我大概运动的空间，对不对？那楼上呢？这个生活大楼楼上？楼上就是我们的员工宿舍。对，那就是主要是让就是有一些外县市的同仁，他们可以就是使用申请这样子。是。对，那我们宿舍真的是超佛心，一个月只要500块。包水电吗？包水、包电，然后包网路，还包网路。对，一个月500块。是，所以是外县市的同仁就可以有资格申请。外县市同仁优先申请这样子。对，真的很棒的福利耶。所以除了像这样子的空间之外啊，请问一下，在弘权几年了呢？快8年。也快8年。那所以这8年当中，你觉得公司照顾员工的福利政策当中，你觉得最幸福的是什么？最幸福，其实我们不管是在就是福利制度上，还有环境面上，就是其实公司真的都是给予我们员工很大的照顾。谢谢你接受我们的访问。好，那来告诉我们在我们弘权国际当中呢，我们的女性朋友，那或者是我们住在外地的朋友们除了有这个宿舍，我们还有一整个空间让大家呢在下班之后，你就可以完全享受自己的休闲生活，不用时时 on call 哦。是的，我现在呢位于弘权国际1楼的幸福咖啡书房。那么我手上拿这个刚好是去年度哈佛商业评论，其实呢也访问到了 CEO 100强当中就有弘权国际也访问到总裁跟董事长，所以代表着呢弘权国际它的幸福故事已经呢让更多人知道了。我们希望呢今天透过实地走访，访问到我们的董事长，访问到我们的同仁，来了解到呢，哎，的确名副其实，也希望呢透过今天的故事让更多的企业还有更多的角落呢都充满了满满的幸福感哦。我们下次见了，拜拜。